Hello， 大家好，我是汪卓成，在陈心凌中饰演的是舅舅江城。我觉得江城他可能对于自己很执着的事情，或者对自己喜爱的事情，就是会一心一意的去做好。就我觉得这么能说他轴，其实这点跟我还挺像的，就是都想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证明给大家看，所以我觉得不能说他轴。看哪部电影好看吧，对不对？好看的话就大家一起看。如果是同一部电影的话，哎呦，这要怎么说呢？都一起看，一起看，干嘛单独看嘛，对不对？江家三姐弟还要在一起。这些题目哦，哎，其实我觉得可能他们两个性格不太相同，像温情可能就是比较像侠女的一种，然后师姐可能就比较温婉，然后居家。哎呀，怎么说？其实各有各的好吧，就还是主要得看，感觉吧。对我好一点，然后温柔一些，然后孝顺，对我妈妈好就可以了。怎么说，他们俩我觉得就带孩子的方式也不同，像江城可能就比较严厉的爱，就是希望你好，但是可能就不会那么娇惯着你。金广瑶我觉得可以，就是可能比较就是温柔的爱吧。江城你好，请多多关照。接下来的四个月我要进入你的世界了。糟糕，说实话是懒得下厨，但可能会自己煮煮面条之类的，就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吃的是 OK 的。我妈老说你现在拍了这么多戏，然后还都是厨师，你有没有真的学到一点？要学到的话回来给妈妈做。哎，其实我不是特别就了解猫系男孩和犬系男孩的概念，是确实还是比较稳定的那种，猫系男孩的较高稳，但是也是就可能对你好不会就是说出来就好。那我觉得我应该更像犬系男孩一点，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像猫系男孩。这样我自己说好像有点 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就你是怎么长得那么帅的？哎呦，这我怎么知道啊？你觉得我帅吗？你也很帅了。我是认真的吗？你也很帅，炫耀超帅。接下来主要还是拍戏，我目前拍的都是现代戏，就是自从陈情令杀青之后拍的两部戏都是现代戏，然后后面还不知道。你们想看我演现代戏还是演古装？最近听什么歌？帮我找一找。我给你听什么？啊，我最近听了 Lucky， 就是那个 Jason Mars 的那个 Lucky。Do you hear me?I'm talking to you across the water, a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 under the open sky. Oh my baby, I'm trying. 可以吗？谢谢，谢谢。